那么冷的天气，下着雪，刮着风，他一个人就在战壕里边冻得瑟瑟发抖。就得冻起来才能不会冷的。你是暖和的，很好暖和。但是我们都特别的快乐，特别的兴奋，觉得哎，都还没有拍完似的。吃饭了，我还行，你们饿吧，你们先吃吧，你们肯定更累，咱们赶紧吃吧。